湍急泥流近在几步之遥，美国知名脱口秀主持人艾伦家门前竟变这副模样。连续豪雨淹大水，加州蒙特斯托距离洛杉矶仅90分钟。不止艾伦承受灾户，包括欧普拉、哈利王子和梅根夫妇，以及一众大咖明星，都是这附近住户。美国西岸在过去几个星期受大气河流共伴效应冲击，加州多数地区总降雨量高出平均400%到600%，引发土石崩落恐怖场景，中断临近山区的道路通行。But we are impacted by the hillside behind us, and so we keep an eye on rain totals. Thankfully, we still have electricity. 有民众庆幸至少电力充足，因为恶劣天气破坏电网，至少22万户断电。不过洪水和山崩情况恐恶化，因为预计接下来周三、周四会有更多降雨。目前加州超过2000万人接获洪水警报。The fact that we're not out of the woods, we expect these storms to continue at least through the 18th of this month.We expect a minimum 3 more of these atmospheric. 加州官方下令疏散上万人，不过淹水的地区水位退淹到膝盖，有民众只能划独木舟过马路。另外，洛杉矶地铁同样泡水，恶劣天气持续，恐让民众苦不堪言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